写下来之后呢，去就是参加比赛。那我们现在目前的状态是已经通过初审了。好，那意思就是说，接下来还会有复审。那下礼拜五，老师我要去就是做介绍。那我去做介绍的时候呢，因为我们有一些东西需要做到录影的部分，然后你们再补上一些资料的部分，因为有一些是你们之前有做的，但是我觉得可能不够那么的完整跟详细，所以呢，今天请你们来，重要的在这里。哦，只有两件事情要做，今天来的部分就只有两件事情要做。第一个事情就是我要请你们呢，就老师在写那过程当中提到的那阅读理解，就是要请你们出两个问题。那待会儿我会告诉你怎么样子去出那个问题。好，第一个就是出两个问题。啊，问题写出来当然跟书里面有关系的，不要这样说，来看那边。